BHWS-240R-KV 遥控式高空绝缘导线剥皮器，智能绝缘遥控，安全绝缘感。电池、剥皮器、蓝牙遥控器、摄像组件。设备安装有摄像头，可观看设备开口处状态。大容量电池，续航持久。打开蓝牙开关，旋转开关，长按三秒连接蓝牙遥控器，遥控器显示公司 logo、 剩余电量、产品型号、急需列号、蓝牙开关操作状态等，遥控序列号与设备匹配，手动模式，绝缘杆可以耐10千伏高压，点按加紧按钮，设备自动加紧导线，确保加紧后点按启动按钮，设备开始剥皮。自适应加锯，可自动进行陷阱识别，无需人为手动加紧导线陷阱。可单手操作，一个人完成剥皮作业。在剥皮过程中，长按左上按钮，设备暂停，可观看剥皮长度，松开设备继续剥皮。退刀完成后，设备到达初始位置时停止，点击松紧即可松开机器。自动模式启动后，在作业过程中可自动进刀、退刀，自动识别导线绝缘层，完成剥除工作。剥皮长度为上次手动剥皮长度。点按右上按键，清除上次手动剥皮数据。点按左下按键，设备自动加紧导线剥皮，退刀盒，松开导线剥皮长度为设定长度。蓝牙，蓝色为连接，红色为断开，具备自动重连功能。在紧急情况，可通过机械部位进行解锁操作脱困，暂停进刀后，可使用操作杆辅助操作。